薯类在我国广为种植，主要是指红薯、马铃薯、木薯，由于葛根、芭蕉玉等与薯类相近，在淀粉加工行业中也将它们列入薯类淀粉的范围。红薯学名甘薯，又名番薯、地瓜、红苕、山芋等，是高产稳产作物，也是淀粉加工的重要原料之一。红薯淀粉的加工一般有以下工业过程：红薯输送、清洗去石、碎解、筛分、除沙、浓缩精制或沉淀、脱水、干燥、包装、成品。一、原料的选择。淀粉加工用的红薯一般要求淀粉含量在16%以上，最好收获后及时加工，以免放置后糖化而影响产量和淀粉质量。原料收获时要防止石头、铁器及腐烂变质的红薯进入。二、输送与清洗。红薯的输送和清洗往往是同时进行，在清洗的同时将原料输送到下一工序。清洗主要是清除红薯外表皮层的泥沙，并部分去除红薯块根的表皮。清洗是保证淀粉质量的基础，清洗的越干净，淀粉的质量就越好。所以红薯淀粉加工无论规模大小，都应高度重视清洗的作用。常用的清洗设备有定量清洗提升机，采用螺旋输送，在输送提升的过程中通过红薯之间的碰撞而起到清洗作用，可以通过转速来控制上料量的大小，从而起到定量输送的作用，一般作为初级清洗。浆液式清洗机采用仿生学的原理，利用注入水的 U 型槽，综合了搅拌、摩擦、揉搓、抛起、撞击等多种清洗手段，达到对原料除泥去皮清洗目的。新型薯笼式清洗机，原料随滚筒壁旋转滚翻，在做圆周运动的同时沿轴线做直线运动，清洗距离长，清洗强度大，同时将红薯提升到下一工序。立式去石清洗机，在清洗提升的同时去除红薯中隐藏的石块等重杂质，以免损坏粉碎设备。由于各种清洗的功能不尽相同，在实际生产中一般要多种清洗方式综合使用。三、粉碎。粉碎也称碎解，其目的就是破坏红薯的组织结构，使微小的淀粉颗粒能够顺利地从块根中解体分离出来。常用的粉碎方式有搓磨式，也称刨丝式粉碎、锤片式粉碎、联合式粉碎，这些设备各有优劣，分别适应于不同的原料。但粉碎是鲜薯加工中最为重要的工序之一，它关系到鲜薯的出粉率和淀粉的质量。粉碎的要求在于：一、尽可能地使鲜薯的细胞破裂，释放出更多的游离淀粉颗粒；二、易于分离，并不希望皮渣过细，皮渣过细不利于淀粉与其他成分分离，又增加了分离细渣的难度，故德威薯业最新推出专利设备，采用两级粉碎与过滤相结合的方式。第一级粉碎采用刺钉滚，它以特制钢钉为刺，钉齿锋利，坚硬耐磨，粉碎细而均匀。经初级粉碎后的物料立即进入第一级过滤。
去除 50% 左右的淀粉和粘稠物质，降低了物料的阻滞性。一级过滤后的物料进行第二级粉碎，第二级粉碎是锤片式粉碎，使粉碎更细，淀粉游离率更高，但粉碎动力却更小。第二粉碎的同时，对物料起到高速搅拌的作用，更利于淀粉的分离。二次粉碎后的物料进入第二级过滤。四、筛分。粉碎后的物料要以水为介质，使淀粉和纤维分离开来，也称为浆渣分离或分离，使淀粉加工中的关键环节，直接影响到淀粉提取率和淀粉质量。常用的分离方式有曲网挤压制粉机、离心筛、圆筒筛、六角筛、振动筛，这些设备各有优劣。其中固德威乳业研制的曲网挤压型制粉机得到广泛应用。曲网挤压型制粉机经过二次粉碎和过滤后，进入运输筛网上，首先进行第一级渗滤，然后进入第一级挤压工序，将渣中含有的淀粉和水通过滚子和筛网的挤压而压榨出来，并将鼠渣压干，压干后的鼠渣通过筛网的输送进入第一搅拌室，加水后进行强力搅拌，从而使淀粉与鼠渣进一步分离。依次搅拌后，混合物进入二级渗滤、二级挤压和二级搅拌，并且依次循环，经过三级渗滤、三级挤压，将压干后的净渣排出，进入输渣机。为了减少用水量，该机还采用了内部水循环结构，第一、二级过滤均采用淀粉浆水，减少了一半的用水量，节水效果明显，同时提高了浆液浓度，也减少了后续处理的压力。由于采用上述的工艺，使曲网挤压型制粉机具有更为显著的节能性，吨能耗仅是同类设备的 40%-60%， 节水性用水量为同类设备的 60% 左右，同时出粉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经曲网挤压型制粉机后的浆水中仍会含很少量的细纤维，为了进一步去除，需要对浆水进一步的细滤，细滤的滤网一般在160-180目，要求高的可以用到200目，从而保证淀粉的灰分含量达标。五、除沙。虽然经过了多级的清洗，但由于红薯身上有芽眼、小坑，里面仍会有一些泥沙含在里面。为了进一步去除泥沙，往往要进行除沙。除沙器可以设在从细滤机向下一工序输送的过程中，从而减少一个水泵。除沙时要注意定时排沙，以免沙子回流影响效果。六、浓缩精制。现代化的淀粉加工一般采用旋流站来代替沉淀池进行淀粉的浓缩和精制。旋流站是根据水、淀粉、黄浆蛋白的比重不同，从淀粉乳浆中分离出不溶性蛋白质及残余的可溶性蛋白质和其他杂质，从而达到淀粉乳洗涤、精制、浓缩的目的。这种设备操作简单，无故障运行，在淀粉加工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旋流站是由多级旋流器按一定的方式组合而成，每一级旋流器又由多个小直径的液体旋流管并联而成，每一级旋流器按其在旋流站中所起的工艺作用不同，而需安装不同数目的旋流管和一台喂料泵，管径根据物流性质的不同而不尽相同。管路按工艺要求配备，并安装有压力表等仪器仪表，与旋流机组合为一体，整个机组在工艺中独成一体，结构紧凑，安装十分方便。旋流器中无运转部件，坚固耐用，可以保证淀粉加工的连续性。
旋流法的采用可以使原来需要十几个小时加工时间缩短到几分钟便能完成。沉淀池如果是采用简易的加工方法，从出砂器出来的淀粉浆可以直接进入沉淀池或流槽，采用自然沉淀的方法或用酸浆法使淀粉与水分离并得到精致，沉淀池法比较慢，一般要6到8个小时才能排放水。流槽利用淀粉相对密度大，沉降速度比蛋白质几乎快3倍，淀粉先沉于槽底，蛋白质流向槽尾，其优点是建设费用低，自行建设容易，分离效率高，可连续作业，操作简便，起粉容易。其缺点是占地面积大，劳动条件差，不易保持清洁。沉淀池法和流槽法只适合简易的淀粉加工，淀粉质量差，劳动强度大，效率低下，在实际生产中被逐渐淘汰。7. 脱水。经旋流浓缩，精制后的淀粉浆含水率仍较高，这时要把其中的水分去除，以降低淀粉干燥的成本。真空洗滤脱水机在薯类淀粉脱水中得到广泛的应用，该设备采用横压饼层架桥过滤原理，工作时由调速电机驱动转鼓在浆槽里旋转，淀粉被吸附在转鼓的滤布上，达到一定厚度时被固定的刮刀刮下，滤液进入汽水分离器，从而达到淀粉水汽分离的目的。经脱水后的淀粉呈粉末状，含水 40% 左右。8. 干燥。脱水后的淀粉由输送机送入干燥器，干燥过程中新鲜洁净的空气通过热交换器加热后与湿淀粉相混合，并利用热空气做介质，把热能传给物料颗粒，使附着在物料颗粒表面上和一部分含在物料颗粒内部的水分变成蒸汽，而混入干燥管的气流当中。最后利用旋风分离器沙克隆关风器将物料与空气水蒸气分离，从而降低了物料中水分。干燥后的物料经出料口进入下道工序，尾气通过引风机主管经尾气排放管排出。9. 包装。干燥后的淀粉进入筛分机筛分，然后包装入库存放，这样就完成了整个淀粉加工过程。薯类用途多，分布广，易种植。近年来薯类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逐渐被人们所重视，尤其是薯类淀粉制品更是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其在食品工业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发展薯类淀粉生产和加工对于改进人民食物构成、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有着重要的意义。